我们实施机动联卡，无论是兵力投送规模还是投送方式，都叫以往有了重大突破，极大地拓展了我们兵力投送途径，提高了整建制兵力投送效率。 作为铁路运输部门，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充分发挥铁路运输的最大功能，为部队军事行动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保障。